我坐地铁去，你开车去会场等我。有事你给我打电话。各位姐姐们，抓紧时间了，喜欢的就看啊，马上就要收摊。谢谢你啊。是你的吧？啊，是我的。看看少点什么没有。哎，真是贼不走空啊。怎么了？小子把我手机顺走了。啊？你帮我追小偷，你自己手机丢了，我赔给你。算了算了，不用你赔了。要的要的。你就是刚才街边练摊卖假首饰那个？你这都哪儿进的货呀？仿的什么品牌啊？啊？这些都是真的，是我独家手工原创的。不信你看。咱不吹牛行吗？你这有注册商标吗？我说了要赔你手机的，你告诉我一下你的银行卡账号。好，我这个人最不爱欠人情了，都拿走吧，作为赔偿。得了，自己留着玩吧。喂，你拿着吧，你拿着吧，你拿着吧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些不是普通的饰品，样样都是孤品，你回去送女朋友嘛。你这人是不是很喜欢被人家追啊？本姑娘我还没有追过。哎，你等等我。董事长，哎，林总，怎么走那么急啊？林总，刚才打您电话怎么关机了？嗨，刚才不小心把手机给丢了。以后小心点，手机虽小，关联的事可大。嗨，完全是一个意外。那赶紧进去吧，好，别让他们等了。这是新品吧？嗯。哎，董事长，董事长来了，好啊，来来来，董事长好，董事长好，董事长，大家都等您呢。是吗？在那边的，谢谢。各位，下面让我们有请东城珠宝集团的董事长李卓然为我们讲话。好。各位，今天虽然是个庆典，但更是一个家宴。各位东城的亲朋好友，欢迎你们。在过去的30年，东城有一家僻静弄堂里的小铺子，成为今天中国首屈一指的珠宝公司。我们的成绩离不开你们的支持，我感谢你。说这最近30年他亲身经历了事，还不是个在逃着的。董事，
耶，孟总监，这亮丽的风景线应该压台呀，怎么那么早出来了呢？邱董事，您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今天是东辰三十年的大日子，我哪压得了这场？能不能压得住场？跟你说，你看，但是消消只要往哪一站，哪就是最亮丽的风景。对对对，想想你今天来晚了，必须得罚酒啊，严董。 这酒我能喝，但话我也得说明白。我今天可是从早上六点一直忙活到现在，您要非要让我把这酒喝完，也行。酒必须得喝，大家一块儿喝嘛。行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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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还请各位董事们可以赏脸光临，给潇潇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哦，李总，你们这公关总监哪儿找的？厉害呀，把公关都做到董事会里来，人家都这样说了，你们谁还能不去吗？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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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次并购计划能顺利完成，潇潇真是绝功之王。小肖，你去吧。嗯，是。失陪一下，你们尽兴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各位慢慢喝。好，好。好。里面请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好。董事长，这位就是那位 IT 高手查理。李先生，你好。查理是吗？坐吧。问了吗？都说了，查理这边没问题。他说，通常用户的密码都比较简单。费用呢？狮子开口。你告诉他，钱不是问题，但是事成之后。要把嘴闭得紧紧的。林总，手机卡呢？给您办好了，号码还是老号码。嗯。老大，地铁治安挺好的，手机怎么还丢了？完全是遭遇了黑天鹅事件。哎，把这给我带回去。哦。放哪儿啊？扔我办公室里吧。好嘞。我刚才手机丢了，刚换了一新的。哦，没事，说正事儿。什么？老段，查到了，查理是个黑客，长期潜伏在国际这黑客组织里面。看来我分析的没错啊，他是要对我动手了。他想窃取您电脑里的资料，要想促成雅盛对东辰的收购，他必须得取得董事会里多数成员的支持。而这帮人都是既得利益者，哪边利益高，他们就倒向哪边。我明白了，如果一旦遗忘的指标下降的话，您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就没了，也就没有人能制衡这李主任了。老奸巨猾呀！老狐狸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。老大，那我们现在下手吧，来个人赃并获。黄林海，跨雪原。吆喝什么呢？我自己做的，特别好看。摆地摊的，看一看，好像卖假手似的吧？纯手工打造，绝对原创。是我亲手的。这个就特别好看，你试试看。啊，好，我试试。大妈，您看一看，好看吗？哦，我觉得这特别特别适合你，姑娘。嗯，你在这儿卖货就不怕被抓吗？第一次练摊吧？我可不是第一次。我说你，我是惯了。
还在路上堵着呢。其他同事都到了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这个总经理不提前到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？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自己解决。老大，你干嘛去？